寒夜温暖我，不管明天对多少。对不起，我可以重来一下吗？柔，告诉我星空在哪头。20日浪姐二正式开播，阵容无比强大，姐姐们个个貌美如花，一进场就让人大饱眼福。不过初舞台一开始整段就垮掉了，完全就是大型翻车现场啊。袁姗姗在唱歌时唱着唱着突然就忘词了，眼神充满了问号，不会是还没睡醒吧。张柏芝唱歌时更是接连破音，小编的耳朵都快要保不住了。那英虽然唱歌还不错，不过看到她跳舞真是一言难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做法现场呢，真是太好笑了。